育有两个儿子蔡桃贵和蔡波能。最近他在社群透露一家四口的花莲旅行，他除了晒出多张一家人在各个景点拍摄的欢乐全家福，还分享两个孩子在餐厅内的合照。他发文透露蔡桃贵和蔡波能第一次被店家要求在墙壁上签名，他表示墙壁上写的 Gray 是蔡桃贵的英文名字，小儿子蔡波能在墙壁签名时则是画了一只拿着盾牌的美国队长。不过对此他幽默笑说，我怕他画的图会被老板用油漆涂掉。特别的是后来李贝转发这则贴文，解释当时老板请孩子在墙上签名时，孩子大喊说不可以画墙壁。他和孩子解释这次不一样，但平时不行，还表示希望儿子有听进去他说的话，不希望有一天在家里墙壁看到有孩子的签名啊。